密钥营。好，那在下一个要分享成果报告的是我本人，就是要分享线上揪松跟分钟画面小帮手的成果。那帮我切一下我的画面。好，所以就这边是有共笔，然后先分享几个这两个月来，就从上一次大松到这次大松增加的一些隐藏小功能，也不能隐藏，就是像这个逐字稿功能，就是因为 Google 浏览器有支援就是语音辨识，所以我把语音辨识接起来，所以可能有的人有发现到说，哎，这个地方是可以就是讲话的时候会就是会把你变成逐字稿，虽然有时候判断可能不是很准确。然后但是这边有个 bug， 就是当你按下这边下面的麦克风关掉它的时候，它的逐字稿这边并不会同步会关掉，因为这两边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功能，所以就会发现它逐字稿还在录，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没关掉，所以这是个 bug。 那所以其实今天的成果呢，今天的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我整理出了很多的 issue 出来，然后就是今天开了非常非常多的 issue， 大概列举一些 issue 出来，像是聊天室内看不到关键字，或者是对这边写的关掉麦克风不会有逐字稿，然后跟很多人有提了一些觉得问题，像是说，想要反悔关掉自己的电脑语音，就是我把今天大家有在 Slack 上或者在各个地方有提到的问题，我都收集起来了。那也期待说在这两个月，接下来七月的时候，到那个七月，理想上我们希望七月会办实体大松，但是可能会考虑看要不要做虚实整合，就是也让没办法到中研院的人也可以一起远端参与。那到时候可能线上揪松也仍然会派上用场。那也期待说这两个月线上揪松也能够继续成长。那接下来下个月可能也会做一个基础松，然后基础松就是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帮忙讨论，然后一起让这个线上揪松或者是让各式各样的会议工具也能够继续使用。好，所以以上就是我的成果报告。